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唐朝的长安城是当时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会，这里宫阙林立，商铺遍地，车水马龙，人潮如涌，好一派热闹景象。不过城里一位姓金的屠夫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他的肉铺前门可罗雀，这几天更是连一块肉都没有卖出去。屠夫四处打听，原来是城里来了一个叫善导的和尚，在他的教化下，大家都念佛吃素了，自然就没有人来买肉了。哼，这帮人真是有病，好端端的肉不吃，非要吃什么素。还有那个叫善导的和尚更是可恶，我又没有招惹你，你竟然平白无故断我财路。屠夫越想越生气，提着一把刀直奔光明寺，今天我要是不把你砍翻在地，我就不姓金。进到寺院里，屠夫怒气冲冲地冲到善导和尚面前，举起刀就要砍下去，却见善导大师面容慈祥，德相庄严，周身还有一圈佛光围绕。看到善导和尚的巍巍德相，原本气势汹汹的屠夫一下子就服软了，扔掉手里的屠刀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善导和尚面前，一边痛哭磕头，一边说，大师，我错了，请求大师收我为徒，我一定痛改前非。善导大师见屠夫得度的机缘成熟，就为他讲述了极乐世界的美好庄严，并告诉他说，阿弥陀佛慈悲救度每一个众生，即便是满身杀业的屠夫，只要念佛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说完后，大师手往西方一指，屠夫扭头一看，天哪，只见西方的天空中显现出了极乐世界的美好景象，阿弥陀佛坐在莲花座上，庄严巍巍，无数天人菩萨手捧鲜花，漫天花雨，其他宝楼、宝树、宝池、宝水更是数不胜数，令人心驰神往。看到这一幕，屠夫内心震撼不已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呐喊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。于是他高声念佛，爬到了寺院外的一棵柳树上，心满意足地纵身跳下，坠地而亡，就像丢弃一件旧衣服一样，舍掉了自己这身臭皮囊。这时围观的人群看见屠夫神识从头顶出来，瞬间被空中的阿弥陀佛接引到自己身旁，踏上了祥云之上，整个长安上空响起了阵阵清净美妙的梵音，久久回荡。在众人的注视中，屠夫跟着阿弥陀佛往生到了极乐世界，很快也成佛了。这就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的故事。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